To be honest, I actually did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Dwight, and he told me nothing but wonderful things. So he definitely convinced me as well as my guy. but Dwight definitely had a lot of nice things to say, so he made this decision a lot easier for me. 所以他就说 Howard 有他跟 Howard 聊过，那有Howard 跟他说，就是预报了很多的好话，所以在他加入预报这个决定也是扮演了很重要一个角色，所以他很开心可以就是再加入一个预报。OK。 好，这个中距离插板得分，有了拉佩塔，可以看得出来哦。云豹这波防守守得相当强势哦。下面再给拖车回给，造成了布拉的犯规。杜兰特罗犯规，布拉打守犯规，布拉个人第一犯哦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 前面这一波的进攻，因为全部被球给吸引上去了。因为刚才前面也是魔兽站在 high post 的地方，吸引到阿修罗的防守，漏掉了刘渊凯。那这个球当然也是魔兽利用他的速度哦，跑在这个布拉的前面取得一个得分的空档哦。加油！ 目前2分3篮板，不过对杜兰特来讲，前面也休息了将近要1个月的时间了，所以还是必须要分外先出手。哦呦，没进！前面篮板球林一辉拿到，看到杜兰特来组织这波的快攻，走过来单手暴扣篮筐，杜兰特 Superman， 这时候不喜欢。先看刚才这个重播，没有人拦得住了。嗯。 哦，它算是一个小型的欧洲步哦，横跨之后，哦，再做一个，还有一个361，对，哇，真的很优美。发生了失误，又是Dwight Howard，面对篮筐，先挤掉了德古拉，放进这个分数。哇，现在哦，更大咖的球星来了，Dwight Howard现在来到了中美堂，然后引起了一阵骚动。 来到台湾之后，不管看到他在哪里都是非常开心，然后非常这个热情的一个表现。我就是真的对自己自我要求是完全没有半点放松。对，就整体的一个肌肉量也非常足够，就是就算在赛场上面遇到这T1其他的一个洋将们，都看到这个肌肉量都不比这Dwight Howard来的强。 那Dwight Howard他生涯发迹地是在一开始是在奥兰多魔术啊，那高布瑞过去他在 NCAA 的时期也在 Florida 这边就读了，算是还有一些地缘上的关系。对，哦，非常的亲民。